姣好的脸蛋，修长的美腿，出道前就已经小有名气，曾经担任过 F1 以及 GT 赛事的赛车女郎，她就是铃木麻奈美。如果给暗黑界写一部史书，那么绝对绕不开铃木姐姐。在她决定成为一名老师的时候，更是掀起了一阵话题旋风，从此呢也开启了赛车女郎转行担任女优的先河。当时就有宇宙企划、Cooking 等五家公司争相与她签约，这也让她赢得了1亿日元的美腿的称号。铃木姐姐走红以后，一边教课，一边出专辑、拍电视剧，过大的工作量也让她很快产生了厌宅的念头。所以铃木姐姐在教课的时候总是一脸疲惫，但正是这种生人勿近的高冷气质，让人总有想要征服她的欲望，教师生涯得以长盛不衰。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，拜拜。